和你们一起行动。那好吧，我去准备。其实表面上看我们是扎鲁，真实的目的，那天正好帮助建设4509兵团的苏联专家回鲁国，我们扎鲁的同事要把他杀掉。 这儿可不是上好的藏身之地啊！愿意听候调遣。调遣也谈不上，这是处座的命令，将你物归原处。根本不用处座来安排。我大白天的走在街上，就会被公安给抓回去。还是服从命令吧，这样会让你。 被簇拥着回去，我该怎么做？至今你的手上还没有沾满共产党的血，这让我不敢相信。不过没关系，明天张晋有一个行动，会让你有这个机会。 就不怕一去不复返？恰恰相反，我是个乐观的人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整个楚山都会布满炸药，共产党是不会丢下老百姓的。 安德烈同志离开的事情，我已经跟沈局做了汇报，上级指示要做好保密工作，不要召开换乘大会，防止更多的人知道。是。送安德烈同志离开的车即将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除了安德烈同志的坐车以外，我们还安排了两个班的战士进行护送。路线呢？季节已经走好了吗？放心，都已经走过了，尤其是今天，我们模拟了安德烈同志离开的整个过程。如果敌人埋伏在那儿的话，一定会以为那就是安德烈同志的坐车而进行破坏。 可是整个过程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，这说明敌人根本不知道这次行动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敌人掌握的情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确，他们知道这是假的才没有动手。不会吧？安德烈同志呢？在休息，行李收拾的怎么样呢？他的行李不多，收拾的也快，不会耽误明天出发。不，通知安德烈同志抓紧时间收拾行李，3个小时之后出发。3个小时？不是明天吗？ 要通知司机，还要通知战士们，这样一来是不是太仓促了？我们仓促，敌人就更措手不及。我已经跟局里相关领导汇报过了，就这么办。是。
这条是进出四五零九的必经之路，只要把山路炸毁了，黑锁金就毒死在竹山里。哼！点吧。 全速前进。 阿红，快上车！阿红，阿红，快！阿红，醒醒！阿红。Что значит вот это?
报告，特务点让人没电。科长，你好。报告，进来。破获敌人密电，死者张进系保密局少校。你先去忙吧。是。阿红回来了，阿红回来了。哎，老哥，红明，阿红回来了，真回来了。听说还杀了一个少校特工，真的？可以呀、啊。哎，人呢？在里面呢。快快快，走。就知道你小子一定会回来。阿红，你干掉了一个少校特工啊！受苦了，咱们又能在一起了，我真想你，真的。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，提高警惕，不可以有任何懈怠。是是。在春城计划最危急的时候，单神完整版高清精彩往期视频，一对一小女调教，
线下同城约炮，一起来网吧。你会出卖的，没有。我们得知，台湾保密局的张晋曾经是你的上司。是，自从这个人一进入竹山，就在我们的严密监控之中。现在你把他杀了，表面上看你立功了，可实际上，他的情报价值就化为了泡影。如果有人怀疑你是杀人灭口，以此想赢得我们的信任，打进我们公安内部，你不觉得这种推理也是非常符合逻辑，而且顺理成章的吗？你明白？我明白。但是当时情况危急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陈红啊，如果那天没有兵工厂的汽车经过的话，你还会有什么打算？我的想法是，尽快摸清敌人春蚕计划的全部意图。凭你陈红的本事，活捉张晋也是轻而易举的。可是呢，他现在已经死了，没有人可以为你证明。虽然你带着一身英雄的光环回来，可是我们无法看清你的真实面目。李航同志，我所接触到的春蚕计划，由于经过敌人的各种伪装，我没有办法判断真假。而且，一旦处理不当，整个竹山就会危在旦夕。刘局长，我请求尽快回归侦查组，展开工作。不行，我作为省局特派的督察员，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够恢复陈红同志的工作，我建议他可以协助调查。至于侦破工作的核心环节，还是由其他同志去完成吧。你可以走了。是。阿红，把门关上。
今天是来祭奠你我的上司。跪下。是你们逼我杀的。这不真中了你的计划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中共派来的内鬼？我没必要跟你解释，我要跟廖处长通话。姓唐的，我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廖处长不会放过你。这儿我就是阎王。你在离开竹山前就已经谋划杀张景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吃哪碗饭的？说，说了，你为什么这么激烈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啊？都过去了。不过消息传得真快啊。阿红，不做出实际成果，保密局对你的测试永远不会停止的。子怡，现在在公安局的我，就像当年在保密局的你，我这才知道你当年的感受。子怡，我们离开这儿吧。现在不是我们说放弃就能放弃的。你是在担心还是在逃避什么？现在你的双重身份是最致命的，公安局有理由怀疑你，保密局有理由让你随时消失。阿红，协助保密局完成春蚕计划，事成之后，处座会安全地把我们送离这里。我做不到，我不能把我所有的希望都压在处座的承诺上。你做得到，你不是杀了张静了吗？那是为了维护一个男人的尊严，而这恰好被保密局给利用了。杀了张静，我就能顺利地打入公安局的内部，不是这样吗？进入公安局是为了让你更安全，所以就牺牲一个少校谍报员。保密局除了会做男女之间这点事儿，他还会做什么？哪个男人过得了女人这一关？
那个小兄弟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，把祖传的佩玉都拿到我这里祭拜了。找李红明了吗？李红明一天都没回来啊。那这点儿应该在剧团的吧？怎么了？哎，我说你忙忙叨叨找他干嘛呀？你看这儿。嘿，这忙忙叨叨的样子，你看。不对，你要用气唱，这，这使劲哦，好，你试一次。啦啦啦啦！李鸿明，你是不是五音不全啊？我没有啊。可是你唱的没有一个是在调上的。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。再试一次。陈副科长，陈副科长，行啊。啦啦啦。李鸿明，阿红，你来听听，他非说我唱的不对。你本来唱的就不准。到底什么事啊？这两天都去哪儿了？除了局里，就是剧团啊。见过什么人？这两个地方就那些人。说过什么话？说过什么话？科长，你在审问我。我在问你有没有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希望你能告诉我。这样的审问方式，我不接受。全部情况，科长，你没事吧？我逃出来了，所以我非常确定，敌人对我们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，甚至一字不落的说了出来。一字不落？这些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。我除了在局里，就是剧团啊，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。李鸿明，我现在不是在怀疑你，我是在怀疑你身边的人。剧团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
我告诉你，李洪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不可能是。我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啊，他甚至被特务抓走，当时特务的炸弹就落在他眼前。 怎么可能呀？什么怎么可能？敌人的手段你根本就不了解。科长，你一直叫我要找证据的。我杀了张建辉的公安，我现在说我是特务，你有证据？有吗？科长，我相信你。 小小，惊奇有过几回。